林志颖带儿子品尝街边小吃。12岁 Kimi 高大帅气，父子同框像兄弟。林志颖分享了带儿子 Kimi 外出吃街边小吃的画面。小智透露，这家店的面和汤是自己从小吃到大的。 Kimi 久违出镜，戴着口罩，五官遮挡严实，小时候的长发剪短了不少，父子俩挨坐在一起简直是兄弟既视感。林志颖还拍下了 Kimi 用餐时候的背影，当年参加《爸爸去哪儿》的小男孩已经长成了大人的模样，形象十分高大。林志颖分享了 Kimi 站在店门口的照片，这是一个装修普通的街边店，来这样的店中享受美食，非常接地气了。小智是个美食爱好者，如今带着儿子来品尝自己童年的味道，想必感慨颇多。如今 Kimi 12岁了，已经和爸爸几乎一样高了，陪着妈妈逛街也会帮忙提购物袋，是个小暖男。